OK，来，你玩 skill 先好不好？你第一个 skill 是 image 对 skill 是 update。descending 向后滑要注意，不打 stable 哦。下一个 G major arpeggio 是 OK。D major scale 是 OK。Major arpeggio, 12 ticks. Can I eat you? OK，很好看，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一些地方你要注意，好像，828那边，我玩一下828，825可以什么呢？从825开始玩，从825。注意哦，把 overall 看是没有大问题了。OK，very good，next，把听到没？
上到两堂课，你就要开始 record 了哦，因为你 record 就会重复很多次。So， 你这首歌前面一半还可以，你后尾一半就不大好了。你可以从要叫你重新开始玩这个音乐。这个 buff 可以做的，4个5吗？然后你4个5，你回去20，你用第一个手指。对啊，你要对手指就不会难了，你 try 它一次，4 5。可以继续玩。第三排找进来一点点了，确认一下先，再做一个吧。全部都是双音的，就是 double stop 没有。来，做一次给我看。好的。你从822开始。这抽水是，第一开始。
一二手指，然后第三个手指，然后第四个手指，全部很顺他们。对，你不要玩一下停一下的，你要顺着下去。再来一次，不要停下来的，你可以玩慢的，不要停下来。对，一直把这三个，就把这三个麦练到顺为止。还可以再加油，尤其是你后半段。OK， 我们去下一首歌，拉过。最后就是零了，那个零跟那个贝斯，你这样有那个零，对，跟那个贝斯一起进，就是。对的，请我们往下吗？往前面。
看到这里啊，如果你看一下那个内容，这里是 PR 的，还是一样的内容吧，还是 PR 的，这边小声的。所以我们从前面那个八开始玩，是第几个八呀？你从82开始玩吗？小三，对，变成小三了，也是一样大小。哎，你再看一下那个82，你不要看那个豆，不要看那个号码，看豆芽。你看哦，82进13是不是有一个从小变大的一个 sign？ 有。然后变 F 啊，对不对？所以这一次慢慢变大声，然后继续大声。到了后尾那个 P 就变小声，你这边完全没有做到哦，你 try 一次。从12开始做，12是小声，对，小声。你看吧，11它是 end with MP 哎，没错偏了，说它是属于小声的吗？说你进的时候是小声的，做。大声。大声，大声，去大声，对，一拍，那个二三也太早进了咯。1 2 3，二三，你的二三太早进了，你不算开始，从二三开始。快点，玩出来！哎，3 2 1，你的 base 啊，你那边个零个零啊。OK， 你们这边有讲过的，8 1 8 3 ，base 八两个。一拍，对不对 ？OK， 完全不给分。那你看，我准备走进哪里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1 2 3，是零啊，你吹个那个零啊，一拍啊，那你这么早进来点点的？刷了一下，还是早了一点点的，你可以穿好一点。你玩这一步是你脚有没有大的，你可以把它大成 subdivision， 就是 1 2 3， 或者可以把它算成 1 2， 哎，也是可以看，或者。你让我脚大声点。哎，不要紧，你转一下脚看。Yes， 虽然是打了电话啦，算是 OK 的。OK，so 你看呢？之前我们 fix 的是你的 note 有没有玩对？当你的 note 玩对了，我们就 fix 你的 note 玩顺不顺？当你的 note 完成的时候，我们就 fix 你的 note 的大小声。你看到吗？这些就是你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子 score 那个分数。你单单玩对 note， 你只是拿了一半分罢了的。你的大小声要做好才拿高分的。OK， 现在是你的 note 有时候拍子都算错了，明白吗？
所以你这个 basic 的一定要把它搞好了一点，basic 搞好了，你就要放大小灯去。OK，你 try 的先给我看。小声点。太小了，哎，你先 stop 先，你玩第一条先给我看，玩第一条先给我看。第一条线。没有，不管那段事情，我讲完第一条线。OK，玩大声的第一条线，Good。OK，我要很小声的。对，我要中等的。对，我们平时这样玩就是中等的那个声量，这个就是 mezzo forte。那改成你看到 M 呢，就是普通的 WiFi。OK，如果看到 P 的话呢？如果 F 的话呢？玩好一点。OK，Mezzo Forte。Piano。所以你看那个旁边是从 Forte 调去 Piano，那个分别是很大的。你是真的有，你是变小声一点吧，就是那一点点。你是从 forte 调去，你是 forte 罢了，你 forte 调去调你，OK，所以你玩那个等一下，反正没写办法，反正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八十四五个，可以从二三开始，说八十四是八声的哦。你 fix 你的 dynamics 的那本身要玩对的那，你的那才是玩错啊。OK，你不是很多时间了，其实是刚刚好啊。如果你 practice 的话，先把那抓对先，抓对了拍子，抓对拍子，不要算错拍子，一直算错。那抓对拍子算对，就可以开始做大小声了。OK，如果你三个一起做的话，可能会很辛苦，所以你一个一个做先，把那抓好来。你现在看太平应该容易了，然后拍子不要算错，一个一个拍子走了。然后大小声一定要做，你大小声没有做你拿不高分的。OK，来你 try 一次，现在做一下好吗？你可以从上面的二三开始。大声。玩错就玩错了，不要再重复。哎，你没看这个是哪里？玩错就不了了，不要再重复了。重复就是明显是错了的。你带色过可能还是明显的，OK？所以不管你是玩 recording 还是玩 live 都好，都是这样子，玩错就是玩错了，不要再重复，重复就很明显了。玩最行对上，记得大小声哦。最好的一直玩错了，你玩这行 just the bass only the bass。 喂，看到没？喂，我叫你玩没时间玩错的，来玩一次。
你的 base one 对哦，你拍着好像摇一摇这样子的。Crochet 呢？请问 Crochet 之后你玩到好像很好这样子的。OK，你现在玩全部转吗？你是得得得得，哎，得得得，直接进来。然后八分。那个 base 是第二粒呢，得才进啊，不是第一粒进嘞，这三呢。那个 base 在第二个三才进啊，三才进的。玩这个三，最后两粒一个。没有，三。玩一个三圈，然后才对。老师，你不要再看看把那个片都不明显了。你最看那个上面缺了过，是不是有两个 D？ 嗯。缺是在 C 上嘛，对不对？然后 D， 下一个 D 才是对吗？给了。一样的弄来的 ，DD33，我39看33，yes，等一下，所以不要每天看 tag 那个 tag 也是不对的，写的他那个 note 那个 note 还是正确的。你的那个 program note 讲了吗？program note， 等下发给你可以吗？那你给我看 OK， 你做好了？做好了。啊，你 send 给我，我 check 一下。然后我讲什么了 ？use 没有大问题 ，intune 不错 ，bug 不是很好哦 ，lago 是最不稳的。都已经过了吧，你 bug 跟 lago 这两组要多练习，不到稳啊。lago 是你的能力完全没有做，因为你的肉才玩不好，所以之前只是步骤玩对应了。你先 overall 开始 get 到那个 note 了，你要开始玩那个 dynamics 啊。dynamics 没有写在 tab 那边哦，所以你还是要看那个 note 那边。哦对啊，天哪，它没有写在那个号码下面的，还是要看回上面的。So dynamics 很重要，会从头到尾一样发生。棒的还不太要紧，他讲还是 viral period， 你做一点点就够了。YouTube 比奶奶并且顺便很重要哦，把拉锅一定要做。OK。我看一下，还一点点时间，你玩多次那个 bug 给我看。这两个帮你打一个星星，每次到了这边就 OK 啊。
都是这样的，从那个报三十五开始，三十五，二十五，sorry，报二十五开始。对，看到、啊、那个纸还没叫你用第二个手指，现在叫你用第二是你的，可是你的丝容易点。当然，你用回三也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如果你要用伞来代替那个 fingering 也可以，去玩。OK，这转行玩了一次给分，这转行玩了一次给分，825。825来一个。那你声音变大，像小声了喂。玩八二十五给我看，825。小声了。OK，你注意到你每次八二十六玩完了，你停下来，然后你才进27。一个这个习惯了，一个坏习惯了。你玩八二十六，八二十六进27有没？对，要马上进了。你每次是停下来，然后眼睛才看，然后才开始移，不会这样子的。你要顺着下。行了，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先。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OK 啊，这样子下你记得 send 那个 program 给我。OK，好了，拜。